街道会因为赛马而得名，林林总总的俱乐部展示着迷人而有趣的社交生活。一场劲舞风波闹得满城沸沸扬扬，谁能相信80年前好莱坞大片会在这座城市与美国同步上映。五大道带您走进那个摩登时代，品味那一条条小巷里飘出的浓浓民国味儿，淡淡咖啡香。2012年秋天，盛大的国际马球赛，中国香港、英格兰、美国、阿根廷，来自世界四大洲的队伍汇聚天津，骏马疾驰，人影交错，这样的痴迷如同100多年前的历史重现。我们的目光穿越城市，1865年依旧是在这里，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米特福德曾这样描述。我发现天津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中，这是赛马的最后一天，3英里的赛程，7分40秒的速度，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运动。赛马起源于12世纪的英国皇室，被誉为国王的运动。英国人将这项运动带到了开埠后的天津，速度与激情让这座东方的城市沸腾起来。1890年，秋雨连绵，海光寺赛马场被洪水淹没。面对即将到来的赛马比赛，赛马会主席德崔林忧心忡忡。每年天津的赛马季都恰逢雨季，洪水令德崔林不堪其扰，也令他有了一个大胆的举动。这个赛马运动狂热的爱好者开始平整土地，铺设赛道，在自家别墅的后花园修建起了一座赛马场。这片200多亩的土地原来就有一个极具文人气的名字，养生园，可谓天作之合。几年后，德崔林将养生园转卖给赛马会，每年赛马季这里热闹非凡。目光穿过历史的云层，广袤大地上的城市和街道，还有曾经的养生园，如今依稀可辨。天津五大道里，这条街道有着一个特殊的名字，马场道。老一辈天津人都会这样说，先有马场道，才有五大道。年逾古稀的方有文、金荣培夫妇，关于赛马的记忆对他们来说，疾驰的马蹄声仿佛就在昨天。这个河啊，原来是沟子，是赛马场的这个马道的里边的河，一个沟子是为了卸水用的，这当时挺大的。
我记得好像这个赛马场这一圈啊，大概有当时是3000马。当时我看这个骑马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基本是跪在这个马鞍子上，跪着马鞍上跑。他这个跑马呢，是按着这个逆时针的方向上那边。你看这个河呢，就转着一大圈。不同于血统考究的养马，天津赛马选用强壮善跑的蒙古马。金荣培的父亲就曾拥有一匹赛马。我父亲有一个赛马，他名字叫大华星。然后呢，有赛马的人都给这赛马呢请一位骑师。那大华星的骑师呢姓王，是我表妹的干爹，我们都管他叫王干爹。等到星期日比赛的时候呢，我爸爸就带我先上马厩，去先看看这个王干爹和大华星他们赛前的准备呀、玩呗。然后等到比赛的时候呢，就上看台上去了，那挤哟。然后等一开枪，就是出栏就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也找不着大华星和王干爹在什么地方，就跟着那些个人就一块嚷嚷加油啊，就 go go go。 赛场上的看台是另一番别致的景象，定制的时装，考究的西服，几乎所有欧洲最新潮的款式都能在看台这个宛如赛场的社交场上看到。赛马让天津的时代感充满节奏和生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馆里，有着来自旧日天津的印记，镌刻在两座奖杯上的英文单词 paper hunting， 意为猎纸赛。这个神秘的名字代表着什么？猎纸赛，赛马的一种，曾经风靡天津。冬日，海河航道封冻，贸易停顿，不堪寂寞的人们用纸折成纸鸢，风中纸鸢翻飞，原野骏马奔驰，谁能率先抓住风中的纸鸢，谁就是胜利者。别出心裁的娱乐让生活充满灵动，赋予诗意。这里是从前的英租界相谊俱乐部，1925年在赛马场旁边落成。每逢周末，车水马龙，人们在这里滑冰、打网球、吃西餐，社交开始以俱乐部的形式风靡天津。俱乐部啊，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这个早期的俱乐部啊，往往这些成员呢会定期的在一个酒吧呀或者餐馆啊聚会。俱乐部这个英文这个词 club， 它既有这个聚会的意思，也有呢这个聚会结束结账的时候，那么大家分别付账的含义。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道52号，以阿尔伯特亲王命名的这家酒吧，在遥远的维多利亚时代是俱乐部聚会的中心。时间似乎从未流逝，这里依然人来人往，在绽放的啤酒香里品味出旧日雅集的余味。
100年前，上百家各具特色的俱乐部开始汇集在九国租界中。天津这座遥远的东方城市有了与众不同的表情。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到异乡，在他们的生活中，这里已宛如故乡。1912年，一支美国军队来到天津，第15步兵团是他的名字。那些后来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美国人，这里是他们的起点。马歇尔，二战中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美国一些历史学家称他为胜利的组织者。史迪威，身先士卒奋战滇缅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因主张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他被誉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天津见证了从士兵到将军的传奇。昨日的战曲军歌仍回荡在眼前这幢精美的建筑中，许多退伍的老兵因为这座城市最终也留了下来。这些老兵就成立了自己的一个俱乐部，就是美国老兵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啊，一进去你就会发现里边的设施和安排完全是一派美国味的。在这个俱乐部里呢，他们雇了厨师，还有雇的是医生、这个裁缝、旅法匠，就是完全为这些老兵服务。这些老兵呢，就是靠这种环境啊，他们在一起打牌、聊天、看美国报纸，追忆自己在军中的生活呀，思念自己的家乡，来聊补啊，在东方啊，就对美国家乡的一个思念。从一张老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动的瞬间：海河翻影，北往南来，在拥挤的航道里，竟有了一只与众不同的船。原来，当年的划艇俱乐部就是在这繁忙的海河上训练。关于一场划艇的比赛，照片中那些胜利的表情令人铭记于今。The Russians used to row very short strokes, and the Germans used to go right back, right back, right back. And there was big competition. And my father says, but I think all fathers say that, that the Germans always won the race. 沿着黑斯鲁普的记忆，我们看到他们儿时在天津的家，过去的德租界，今天的福建路29号。时间让一切改变了模样，只剩墙边他们当年亲手种下的葡萄藤依旧枝繁叶茂。60年，一轮甲子的时间，曾经的孩童如今白发苍苍。2013年的秋天，他们回到了天津。When I was very much younger, when I was here living here, it was home. I can't say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It was home for us. But now, as an older person coming back to Tianjin, totally amazing what they have built here in such a short time. But from, as I say, from my younger days, the impression is that it was home for us. In English, they say.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I used to enjoy the Chinese people who sell things. They would sing a song. The Chinese sellers. They used to sell tangdors, a little apple. And as a little boy, I loved those apples. You know, on a stick,
and the little apple with sugar on it. And I remember that. And other people, other Chinese would come along, that they'd sharpen your knife. And they'd come to the house and they'd sing a song. They sing, more jian, the more dao. 儿时丰富多彩的生活，让黑斯鲁普兄弟对天津满怀依恋。而城市中的一座酒店，对他们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利顺德酒店的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饭店创建人格奥尔格·瑞德，而他正是黑斯鲁普兄弟的曾祖父。2013年10月，黑斯鲁普家族接到邀请，这是利顺德酒店150周年大庆。利顺德 ，Astor Hotel， 19世纪中叶著名的美国饭店，荣耀与权威是它的含义。100多年前，只有最豪华的宾馆才有资格使用这个名字。1900年，一位俄国记者记录下了这里的奢华，他写道。这是一座有阳台和外廊的3层楼酒店，花卉成荫。宽敞的房间中铺着地毯，奢华的水晶灯装点着天花板，一顶薄薄的纱帐紧紧罩住床铺。露台上是藤编的躺椅，大理石浴室、电铃、各种的设备一应俱全。在利顺德博物馆中，我们看到，在这份珍藏数年的老菜单上，美食与美酒相辅相成，如同一次完美的合作。什锦小吃面包配 COCO 酒，瓷罐焖笋鸡配以法国红酒，甚至连最后的咖啡，都贴心地安排了白兰地。食物入口的刹那，让滋味变得愈发考究。中国人对于衣食住行开始精致起来，这样的态度逐渐变成了习惯。天津市档案馆收藏了100多枚不同的洋酒商标，琳琅满目的舶来品刺激着千百年一成不变的传统。天津人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可以有不同。年近古稀的徐元出身名门，外祖父徐世章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祖父倪嗣冲则是安徽督军。美食是徐元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味道的这份讲究，在他给女儿写的100多道徐氏私房菜谱中一览无余。其实好吃的东西都不念叨。其中除了地道的天津菜、江南的名小吃，更多的则是启士林的西餐。那是徐元人生中的第一顿西餐。现在都已经起了，您都已经不做了。我呢是妈妈经常带着来这儿吃饭，一进到启士林呢，就感觉到非常的温馨，扑鼻的香味儿，各色各样的糖果，各种各样的点心。几十年前，启士林的味道也曾让著名作家张爱玲魂牵梦萦。8岁之前，
天津构成了张爱玲所有的童年记忆。许多年后，儿时的味道依旧为她的笔端注入灵感。她深情款款地写道，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启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究竟是怎样的味道令人一生念念不忘？启士林源自德国德累斯顿，它是昔日萨克森王国的都城，以制作德式糕点闻名于世。启士林的创始人阿尔伯特·启士林早年正是在德累斯顿学习的烘焙技术和甜点制作。来到天津后，他先后在法德租界开设餐厅，他还为餐厅起了一个中国味十足的名字，启士林点心铺。世界上最优质的原料从不同的国度汇聚天津，瑞士的巧克力，新西兰的黄油，欧美直接进口的面粉，原料间的碰撞诞生了橱窗里一件又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这种用奶油制作玫瑰花的技术源自100年前的工艺。那时的天津俱乐部云集，每一个节日都成为欢乐的缘由。启士林也有了新的创意，为不同的节日定做不同的蛋糕。送蛋糕在今天中国人的眼里习以为常，或许连启士林自己都不曾想到，一块小小的蛋糕不经意间让这座城市开始接纳新的生活方式。时光难以冷却记忆的温度，如今的徐元常年被腿病困扰，不能经常出门，不过天气好的时候，他依旧会来到这家启士林老店，坐在三楼窗边的老座位上，点一道最喜爱的德式冷酸鱼。窗外的一缕阳光让时光回转，一切还是童年的模样。西餐以另一种味道刺激着中国人的饮食，而中国商人李赞侯也在寻求新的商业模式。1927年，他和朋友们开办的饭店福禄林出现在法租界。除了中西合璧的菜品，李赞侯还特别开设了跳舞场。交际舞以从未有过的近距离让人与人之间四目相对，人们醉心于爵士乐中的美妙体验，灯影婆娑的舞场为天津的夜晚抹上了第一笔浪漫。然而等待李赞侯的却是一场轩然大波。舞厅里的靡靡之音激怒了华界的名流们，他们一致认为跳舞有伤风化，不成体统。关闭舞场，这是来自另一个阶层的声音，媒体开始大肆渲染，一场禁舞风波一触即发。
鲁林饭店的跳舞场被迫歇业，而在天津另一处国民饭店的舞厅里却依旧灯火通明，耳鬓厮磨。名流开始联合政府力量频频施压，面对舆论，国民饭店发出了态度坚决的声音，跳舞并没有违背国家法律，拒绝取消。戏剧性的风波依旧在演绎，福禄林的舞池中在又一个夜晚热闹起来，灯影深处身穿白衣的女士们舞者如歌。第二天的大公报，记者用充满戏谑的口吻描述了这一幕，名流竞舞，福禄林视而不见，一派灯红酒绿之下，天津真如同是神鬼世界。天津究竟是神鬼世界还是摩登天堂，众说纷纭。劲舞风波戛然而止，毕竟崇尚摩登向往自由生活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潮流，新鲜大胆的舞步是年轻的节奏。说这个天津跳舞啊，我的印象啊，跳这个吉他吧，就是这吉他吧呢是美国的水兵舞，那时候年轻啊，十几岁啊，尤其四五年以后呢，十几岁我们的有些个朋友嘛也跟着一块儿上那舞厅里去，连看呢带跳，所以其中有的人呢就学会了这个水兵舞，这可是原汁原味儿。现在只有天津市的这个吉他吧是原汁原味的。话剧舞台上演绎着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天津法租界的故事。 Oh my god， 我的上帝露露，天哪，我一个也忘不了，我马上就会成为这世界。日出中的陈白露，这个红极一时的交际花，正是对舞女生活最好的诠释。舞女聚焦了舞场里所有的目光，更是商家吸引舞客的法宝。1936年，巴黎舞场选举舞后，来自北京的王宝莲脱颖而出，摘得第一代舞后桂冠。舞女的模样开始出现在《北洋画报》的封面，她们被称为舞星。人们走进舞厅，只为一睹当红舞女的风采，陪坐、共舞，价格不菲的香槟，欢笑之余的小费，宛如一场追逐般的娱乐方式，刺激了舞池中的每一根神经。剧场里，陈白露跌宕起伏的命运被经典解读。这部曹禺的名作，揭开了摩登时代的另一面，奢华生活下的精神崩塌。旧日天津的繁华与弊病，曹禺洞若观火。日出和雷雨，故事都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天津。这座城市曾经的摩登生活，刻在他的作品里，是深深的烙印。天津人艺的老导演丁小平正在为雷雨的演出紧张地准备着，每一个细节反复斟酌，为的是周公馆
能够更真实地还原在舞台上。这屋里的家具多半是你生母顶喜欢的东西。我们当时做这个景的时候，我们就要跟设计一起走访到天津这个艺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很多的私人别墅，然后呢在中间我们就选取了一些元素，比方说彩色玻璃，我们用的这个周家的他的这个客厅的玻璃窗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结构啊。周公馆里的每一件陈设装饰，正是旧日天津豪门大户的写照。西方文化在天津映下倒影的同时，这座城市依旧传承着东方的血脉。生活在这里的人，王公贵族、名流富商，他们见多识广，品味不俗。于是，东方与西方，厚重与雅致，在天津交集，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保留至今的五大道建筑里，室内陈设无论是怎样繁多的风格，有一样东西却是每家客厅里必不可少的一位成员。壁炉，欧洲人冬季赖以取暖的设施。随着暖气的出现，壁炉的实用功能逐渐消失，如今它成为了一个西洋文化的符号。在五大道的住宅中，壁炉是室内装饰的重心，在公共建筑中它也被装点在最显著的位置。眼前的德国俱乐部做工考究的大理石壁炉，更加彰显着豪华建筑的非凡魅力。即便是进入五大道的每一个家庭，客厅的中心也都完整地保存着样式各异的壁炉。张玲一家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咱这个小区啊，现在叫安乐村，在过去租界地时候它叫老五官胡同。老五官胡同里住的是什么样人呢？是军队里当官的。他一共有20个门，一门一户，每户的客厅当中呢都有这个壁炉。壁炉的样子可不完全一样，是各式各样的，挺漂亮的。漂亮的壁炉代表着生活的舒适，这一精致的舶来品彰显出城市的开放与自由。C'est une ville beaucoup plus libre, en réalité. Et les Chinois qui avaient l'argent ont imité les étrangers, parce qu'ils étaient invités assez souvent pour les relations d'affaires dans les maisons étrangères. Et ils voyaient que c'était agréable d'avoir un bon canapé pour s'asseoir plutôt que d'être sur une chaise Ming en bois, en dur. Bon.Et que l'hiver, c'était agréable d'avoir une cheminée ou un poêle pour se chauffer. 曾经的日子里，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倘若时光倒流，我们走进旧日五大道的人家，又会见到怎样的场景？金荣培一家正是典型的五大道人家，父母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们的照片仍旧被女儿摆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父亲金显宅，中国肿瘤医学创始人，被誉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母亲则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
70多年前，父母特地将婚期定在圣诞节，于是每年的平安夜是金家最盛大的节日。我爸爸那时候就是跑到干部俱乐部去刨一棵松树，然后就拿一个大兜子把那底下那土坨子装了，然后我们家里有木桶，就装那木桶里头就是圣诞树了。然后最后呢，在这个圣诞树前头有一个有音乐的会摇摆的圣诞老人，那圣诞树脚底下这儿呢就摆很多很多的礼物，钢琴、芭蕾、英语，组成了金荣培的童年生活。我妈妈让我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请了一个英国老太太，就住在利顺德，她就住在利顺德一个一楼的一个包间里头，她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呢，那时候花$8一次啊，上一次课呀，就这胶皮就把我送到那儿去了。送到那儿去以后呢，这个老太太怎么教呢？比方说白雪公主，她就一本精装的白雪公主的英文故事书，翻开来你就给我念。那我根本没有学过读，我怎么能会念呢？我就瞎念。比方说念到这个 know， 认识知道 K-N-O-W 这个字的时候，我怎么知道 K 不发音呢？不知道啊，所以我就念到这儿，我就 canal again， 他在那洗头卷头发呢，这老师，然后他就告诉再来一次 again， 我就还是 canal， 也许为这个一个字儿就折腾个10分钟，然后他才过来告诉 no， K doesn't pronounce no。记一辈子，一辈子的记忆，如今传给了孙女，言传身教之间，代代相继。谢谢孩子。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Sleep in heavenly peace。 初见未知世界的感觉至今无法忘怀，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下，昨天其实并未走远。电影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观赏习惯，当我们的眼睛第一次透过银幕看到另一种生活时，一切都改变了。如今85岁的歌唱家李光羲，想起电影《乱世佳人》曾带给他的震撼，历历在目。1940年演的时候，我在天津看过的，那打开了人生的境界。有这么美丽的故事，这么好看的，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电影是最发达，就是美国好莱坞，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那时候我就见着，给自己打开眼界，留下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这种美好的印象。这部荣获8项奥斯卡金像奖的经典名片，在美国本土首映仅仅3个月后就来到天津。电影为李光羲这一代年轻人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派拉蒙、米高梅、华纳、20世纪福克斯，这些好莱坞最负盛名的电影公司，都与天津的电影院签有协议。平安、蛱蝶、光禄3家电影院，更拥有一轮影片的放映权。什么叫做一轮呢？一轮就是首先放映那个最好的进口的片儿，或者是国产片儿。
首映，就是按现在来说，他演到一定时期以后，然后呢，第二轮电影再开始演，啊，都演得差不时间很长了，然后呢，第三轮才开始演，这样他那票价上就有很大的区别。那时候投了电影院，像平安电影院，就是楼上始终是2块钱。平均每30个小时，天津就会有一部新片上映。这座城市成为世界各大电影公司的必争之地。天津租界中，富裕的阶层成为电影的主流消费群。40多家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汇聚于这座城市，天津成为华北的电影中心。流行的趋势开始改变着传统，从狭小的茶园到宽敞的环形影厅，从简陋的长凳到沙发靠背椅，娱乐的态度被彻底改变，喧闹和茶艺不再有，取而代之的是秩序与品味。电影院甚至以私家的形式走进了五大道里的家庭。一间宽敞的房子，一台进口的小型放映机，一张幕布，几把靠背沙发，这就是私家影院最早的雏形。木南道79号这幢4层西班牙式小洋楼，如今是武警幼儿园。曾经住在这里的卞家，是那时天津实业8大家之一。这幢小楼，装满了卞学诊儿时五彩斑斓的回忆。我们小的时候，那就是解放前了，我也就是5、6岁的时候，那阵儿啊，很少带我们出去看电影，但是我们家里头自己买了一个美国的那个出产的，家庭式的小型电影放映机，啊，它那个就是在我们家客厅就能演出来。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卓别林在那儿照相，那个摆好姿势啊，一会儿总动总动，从裤腿里出来一个大老鼠。这一生当中，无论是客居海外，还是这个回到故里，我经常在梦里头想起了当年的童年的生活啊，是我这一生当中很难忘的。他干什么呢？在这里吗？行政。对，行政。哎呦，他管服装还得奖了，特别好，特别认真负责。而天津最早的电影，他跟咱们住的，更是启迪了李光羲的艺术人生。我想，就是因为我在天津那个环境长大的，看到了很多东西，记在心里边，也是自己天性爱好的，所以呢，就借用所有30、40年代我的印象，然后到了舞台上，每次不管是演歌剧还是唱音乐会，上台就成功。很多全国来的这个文艺工作者和领导都说，哪儿出来的这么个李光羲？我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电视告诉他，就是天津培养的我。曾经的天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集，他们即便是离开后，对于这座城市仍有着深深的怀念。 I think 天津 was a really exciting place to be at that time. I mean, there's some beautiful architecture, modern apartment buildings, sort of quaint semi-attached single-family homes, grand villas. So you can imagine living in one of those places, then stepping out your door and walking to Kiesling Bakery for some German treats, maybe some coffee, maybe a Coca-Cola, right, a new drink.
Then perhaps in the evening, you might go to a party at the Astor Hotel, where you'll see, Zhang Shuiliang and all these sort of famous celebrities of China. You know, Charlie Chaplin, I believe, stayed there. You might go to the cinema. You might go looking in some of the department stores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So for people who could afford leisure, for people who had access to modern knowledge, this was a really wonderful time.一把剪刀，剪断的是辫子还是一个时代？一张试卷，揭开了中国第一所大学怎样的前世今生？一本译著，为何触发了九州风雷？一份报纸，如何见证了中华百年沧桑？百年中国从这里启蒙。